完之后，你看啊，会流出那个大黄素。大家看啊，这个大黄素大家处理好。一直很多人都在说芦荟是有毒的，其实不是这样毒，他就是要把大黄素稍微处理一下。我再给他切一刀下来，切一刀下来又要流出大黄素，有没有看到？滴的速度也有点快。然后把这些的简单的处理之后，完全可以生吃的啊。看啊，这个滴的差不多了啊，它要一直往下面，就是有点赶它倒地的啊，然后它会不断流出来，有没有看到啊？来，我们再给它一刀啊，这个接下来就杀了啊。然后我们开始啊，把鞭子弄掉啊。